目前食品的安全性和稳定供给这一课题受到全球广泛关注。大气社为了解决这一课题，提出了未来栽培的一种新模式，那就是完全人造光型水耕栽培植物工厂 VG Factory。 VG Factory 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实现了包心生菜的量产化，并且可栽培从包心生菜到褶边生菜、百褶莴苣等多个品种的蔬菜，应用洁净式技术彻底实现了零农药栽培。由于生菌数量极少，蔬菜不容易腐烂，可以长期保鲜。同样，因为是零农药栽培，无需使用化学药品进行清洗，蔬菜可以保持原有的营养成分、味道和鲜度。与露天栽培的蔬菜相比，营养价值更高，味道更好，可以安全放心的食用。将这种理想蔬菜的栽培变成现实的，就是 VG Factory。 独自开发的多层式栽培技术大幅提升了产量。在满足最高标准的洁净环境下实施零农药栽培，并通过独自的高性能栽培系统确保了栽培品质的稳定化。通过控制光照、温度、湿度、营养液和二氧化碳等为蔬菜的成长提供最佳环境，使高品质蔬菜的快速栽培成为可能。采用环境解决方案技术，实现了工厂的高效率、低成本运营。独自开发的高效照明系统大幅度削减了用电成本。以前的植物工厂热量通常集中在室内的上半部，存在着严重的温度不均一现象。通过采用独自开发的空调系统，实现了室内整体温度均衡的栽培环境。通过搭建中间移动长台，高处作业无需使用高空作业车，使作业环境既安全又高效。蔬菜的栽培从播种开始，通过高效照明系统进行育苗，进而进入生长发育阶段。收割等操作实现了高效化，即便是老年人和残疾人士也能轻松作业。操作时身穿无菌服，并严格按照操作手册实施，完全是在满足高标准卫生要求下进行作业。包装作业也在洁净的环境下进行，因此还可以生产安全放心的袋装蔬菜。 VG Factory 可生产褶边生菜、绿叶生菜以及世界首发的包心生菜等多个品种。从栽培到收割、包装、发货等一系列操作均在最佳环境的标准下进行，商品在大型百货店等销售并受到高度好评。 VG Factory 已经从国内扩展到海外，为所在地区提供安全放心的蔬菜。大气社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拥有成熟的支持机制，扶持海外业务的稳定发展。大气社以创建101年来所积的环境解决方案技术为基础，从设计、施工到实现量产化，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。大气社实现的未来栽培新模式，创造环境的技术就是创造未来的技术，这就是大气社。